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个餐厅，就是越南餐厅，叫做潮斗的一个名字，可能念的不是很准，因为我不是越南人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叫了，通常越南餐大家就会想到就是粉儿，对吧？但是我今天就叫了这个叫做 bun bun 回的一道菜式，就是比佛会辣一点的，所以下次希望大家会试这个叫做本本回的一道菜式，记住哈。然后现在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先吃了。